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，回来了。今天我们吃啥嘞？吃的这个是之前很火的椒麻拌面，然后烧串是吃的这个。所谓的便利店同款，话不多说，开吃。已经2点了，每次吃饭都是真的。看一下吧，我椒麻拌面我之前吃过一次。哒哒。啊，我的肌肉都在下面的。Cheers.